猫咪尿不出尿怎么办？为什么要？魏新立，职业兽医师。如果猫咪已经超过12小时没有排尿，基本上没办法通过药物解决的，建议主人及时带猫咪到宠物医院进行穿刺放尿，或者放置导尿管，以免猫咪因长期憋尿导致膀胱破裂。导致猫咪出现尿闭的常见原因有猫下泌尿道综合征。当猫咪的膀胱或尿道出现炎症的时候，渗出的炎性因子就有可能堆积成为栓子，堵塞猫咪的尿道，造成尿闭。这种情况一般建议直接放置导尿管，并留置三天左右，在这期间需要进行输液和抗炎治疗。还有可能是猫出现了膀胱或者尿道结石，这种情况只能通过手术治疗。之后猫咪需要长期使用泌尿道处方粮，以改变尿液的酸碱度，防止结石再次形成。